他们直播间免费静养三个月。OK， 好吧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打公屏，老弟直接给姐妹安排。前面这个姐，这个最后一颗了，蜜桃格林68的，给你38，行不行？整装整群的，这个前面蜜桃格林38块，最后一颗了。葡萄有单头吗？葡萄有双头，有群生，单头暂时没有。我姐，这个38，最后一颗了，蜜桃格林，冠幅夜展12，木质化装子，装子姐们你自己看，68的货哦。庄子都是老庄，68的货，最后一颗了，38给你。庄子绝对老，不老不要钱，这是老弟对你的最基本的一个承诺。最后一颗了，姐，能相中吗？姐，小了，12厘米叶展还小吗？15，叶展15，我等一下拿个尺子给你量，回家选择一个12盆口花盆栽种都是可以的，没事，小的话就算了。恋曲25，我盆18，哦，那确实大，这个盆是12的。那你盆18买这个吧，三色锦姐，138的，你要的话这个给你125，行不行？反正元宵节都便宜，给你们打个九折，125块，能相中吗？我姐姐三色锦大粗腿老庄子，18的盆种它颜值界绝绝子。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姐姐们，欢迎大家，有什么喜欢或者想看都可以告诉我。三色锦啊，125块，恋曲25，姐姐们恋曲。昨天刚收了一颗，那我还有呢，我白露这颗，这白露绝对可以，大群白露180盆种它绝绝子姐，这个你要换也是138的大群生哦，夜展得有20多，18盆种它绝绝子，你要换也125块钱给你，大群白露昨天刚出了一个，我昨天这颗出的，给姐给你看一下，标签在上面的，看到没姐，这颗就剩一颗完美手捧了，昨天138卖的，然后没卖，反正今天中秋节你要的话125带回家，大群白露，180盆种它绝绝子，而且是完美手捧，庄子姐们都是木质化粗腿老庄白露哦，大群生的，收不收我仙儿姐？喜欢的话评论数字哦，姐们，不喜欢咱们就过，反正180盆的肉也是比较多的，还有白凤呀啥的。大橙子，没有吗？没有老弟过老姐们，来，继续带姐们看，这边还有一颗，这个叫红酒冬云，一个三龙头朵朵坠，价格只要88，姐们，冠幅夜展12，带板子，木质化板子的姐，要的话评论88。哎呀，双头侧影法兰西姐，这颗收不收？25块钱给你们，双头的冠幅夜展的话12左右，这颗姐们，可可是大的吗？对，可可不是大的哦，我给你国姐看一下可可，洛可推荐这颗吧，25块钱平头的，小手捧花，25，冠幅夜展8厘米，整装整群没有砍，25块，洛可可。能相中吗姐？38的今天福利啊、哦！有喜欢的姐们，小了 OK， 你多买几个吧姐，多买几个拼一下吧。我花园对，多买点，把咱家今天都收了姐，买10颗给你送一个，可以不姐？花园你种一排洛可可都是刚刚好看的。没有喜欢咱们就过了啊，姐们，我看还有啥好看的，再给你们推荐一下。这个冰晶之恋有没有解收的？双头一个冰晶之恋，不好拼，有些行哦。对，那行，没事。这个冰晶之恋，姐们要换，哎呀，38的姐，25行不行？双头的木质化妆的冰晶之恋，25块。这边还有个三头葡萄18，这颗葡萄，三头小老庄葡萄18块。有要的姐妹可以评论数字哦，姐妹，欢迎风吹麦浪小姐姐，大货看一下 ，OK， 大货来姐，给你旁边黄色的，那个橙子，这橙子18，行吧姐，给你看看我的大货来，大货嘎嘎，哟，东宝姐的来，感谢我东宝姐喜提一颗大橙子，小橙子哦姐不大，东宝小姐姐，
欢迎走进直播间。琥珀玛瑙坠有没有解收？这边有一个琥珀玛瑙坠，现在市面上琥珀玛瑙坠姐妹至少三位数的，你要的话，这个给你福利点，行吧，姐。玉蝶锦卖完了，姐，玉蝶锦卖完了，橙子前面真卖了，红花女王这都出了，姐。这能48？啊？能买吗？对，这边还有一颗玉蝶锦，最后一颗了，48给你，行吧，姐。这颗，这颗是48的，姐。冠幅12厘米，木质化妆的，要的话抠出走。48。过 ，OK。48，时光荏苒姐的，来来来，这个国姐，时光荏苒姐上车。木质化妆子的，玉蝶锦，感谢姐妹的支持，感谢姐妹的捧场。右方小车一号链接，感谢我姐的支持哦。12厘米叶染的玉蝶，不是小的。琥珀玛瑙坠，来姐妹，这颗。琥珀玛瑙坠姐，这颗，你要话姐，我要橙子之前那个像葡萄。哦。说的不是橙子，是葡萄是吧 ？OK OK。东宝，那就是葡萄。来，给我姐上车。就是葡萄姐，321，上车。琥珀玛瑙坠姐妹，你们要的话138的，168的，你要的话给你125，125块。这个大群的扇形板子玛瑙坠，125块。时光荏苒姐那颗玉蝶锦给你上架了，时光荏苒姐，这个能相中吗？姐要的话给你125块琥珀玛瑙坠哦，姐妹125带回家。有喜欢的姐评论相应的数字哦。这边还有一个灰姑娘，姐妹，灰姑娘大群生完美手捧，也叫墨西哥美人，能相中的话最后一颗了。给你们福利，之前138的姐，今天要话120，可以吧，姐们？木质化粗油老妆，墨西哥美人灰姑娘，价格只要120。刚才要大货的姐们，看过来哦，接下来全部都是大货，嘎嘎猛。还有一颗老妆满天星的一个白菊，398的姐，今天368，元宵节福利，368块满天星白菊，而且都是木质化粗腿老妆的，满天星368带回家。仙女杯系列的优选，有姐喜欢没？没姐喜欢过了哦，姐们，刚要看大货的姐还在不在？钻石锦，对对对，钻石锦姐今天便宜，三色锦多少？三色锦最后一颗了，姐，你要的话这个给你138的锦，同样今天要的话120，木质花老庄子，今天元宵节给姐们嘎嘎整福利，而且是一个完美手捧，庄子保底4年，小杨姐没有4年咱不要钱，呵呵。行吧，姐，钻石锦也有，钻石锦还有3颗，姐，钻石锦今天好多姐们都来问，但是拍了一颗，还有最后的2单吧，你们要换收不收我姐？你看这妆子是水妆不要钱，小叶子姐 ，OK OK， 这个收吗？不收我过了哦，321过了，来，钻石锦推荐这颗128拿下，行吧，姐，128块，冠幅夜展的话再一个20。大一个大粗头主装子，这颗是非常漂亮，而且4个头128，剩下2颗是3头的，但是3头的话头数比较大，这个是4头偏一字形，比翼双飞的一个小造型，姐128带回家，名字叫钻石锦，全红色哈拉少的一个小颜值，小叶子姐这颗能相中吗？我感觉先推荐的都是比较好的，不喜欢这型那来这颗，哎呀这颗造型嘎嘎美，3头的。同样128姐，叶子姐这个收不收？冠幅夜展20，回家选择一个12，盆口花盆栽种都可以，11、12都可以。还有最后一颗了，姐，最后一颗了，钻石锦，这颗绝对能满足你的胃吧？128块，全红色，这颗最后一颗了，我姐，再别过了，再过的钻石锦都没了。行吗？行的话扣数字，不行的话那没办法了，姐。这边还有一个大群的，欢迎不妖姐哦，大群的白爱光姐们，第一个好看，我先推荐的，我就感觉先推荐的好，真的，白爱光要话姐们也别88，66带回家，大群的哦，你看夜展保底22以上，我这8×22的，
这颗姐66块钱，大群白月光，反正喜欢的姐可以扣数字。真的，我感觉第一个钻石锦绝对是还是非常好看的，要话128姐们，福利价格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姐们，还有没有姐要大货的？还有我这颗白凤，这个是一个盘龙凤，姐们，这个要话给你们398的姐，要话今天338，福利一步到位哦。今年不是龙年嘛，龙凤年，龙凤的一个白凤的一个盘龙坠，价格338块，木质化妆的，今年白凤嘎嘎贵姐，家里边有18口印花盆，中它绝子。有喜欢的吗，姐们？喜欢的话扣数字哦，姐们。前面还有一个白鹿，白鹿要的话这颗给你们88块吧，白鹿全状态的128的88。欢迎我清凤姐，清凤姐来了，欢迎我凤姐哦。凤姐搂一颗盘龙凤吧。有推荐适合新手种的？新手种的是品种的还是价格，姐你说清楚。新手咱们有些新手咱也喜欢玩点精品，刚入坑就买这个洛神128，姐你老朋友来了，我给你68，真的新朋友，交个朋友，品种是吧，来68，这花养不死，我就这么对你承诺，而且造型也好看，88的68块钱给你，今天刚好元宵节，来新人福利到68块，下单直接立省20块，行吧，杨姐，这个花养死，你来直播间找我就可以了，没得任何问题，行不行？我杨姐，精品一物一拍，不要买那些地栽和水催，收到货都是嘎嘎挂的姐。有喜欢的姐们，评论相应的数字哦。香水洛神，这边还有一个碧桃姐，这个碧桃你要话给你们48的42块吧，42块钱碧桃。哎呀，手捧花鸡蛋碧桃，载数也比较多，黄金辣牡丹38，小叶朵朵金控老庄。杨姐，买恋曲25，整装无砍，木质花老庄子，状态的话是一个果冻橙黄色，25块钱，下单就包邮，下单就发货。还有大家有什么喜欢的话，也都可以告诉老弟老姐们。欢迎堂堂民宿小姐姐，欢迎大家。能相中吗，姐们？能相中的话，评论数字哦。大货也看完了，刚才说看大货的姐呢。红色什么品种？这个吗？这个是情人节姐，这个是红宝石，名字叫红宝石、玛瑙石。这个姐38，26块钱给你，行吧？老庄子。这个是粉钻要的话，这颗28，这个便宜，这个叶展8厘米左右，也是粉钻，就这一个，剩下都是58的，红色的。是哪个姐？单头绿底红尖的超级蓝龙20，姐这个蓝龙20，搂了，超级小蓝龙，价格只要20块。冬云系列的一个扛把子，来小杨姐的，恭喜我小杨姐喜提蓝龙一颗。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或者想看的？我去，又是一个漂亮的小，哟，又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，恭喜我姐，好花配美肉，321上车。可爱玫瑰三头的姐，最后一颗了，18块，行吧姐？这个可爱玫瑰18，能相中姐扣数字哦，姐们，精品一物一拍，再找一颗蓝龙来，姐这颗给你，我的个乖乖，哎呀不要这颗了，这颗20，时光荏苒姐，呀这个咋还有个宝呢姐？没事，有宝也20吧，行吧时光荏苒姐，行的话扣数字，带个小宝。来，时光人帅哥嘴真甜是吧？姐多搂两颗，感谢姐们的支持。那这姐叫着呢，你们一颗花不搂，整的老弟这姐都叫的有点酸了。姐，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姐们，欢迎大家哦。我也想要带点的，小杨姐这颗给你行吗？小杨姐姐，行 ，OK。那没事儿，你不用那个换了，我直接标签给你换，我给你发这个就可以了，姐，没得问题，我给你发这个就可以了，我到时候对应编号发货的，你的都是老弟亲自给你发的，放心。抹茶说了，这个还有吗？哎呦，我姐最后一颗了，
叮当姐，这颗给你，没得了。哎呀，我这叮当姐必须给叮当姐留一个好的。OK， 叮当姐这个可以吧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姐们，欢迎大家。行吧，姐，叮当姐说个行，这个也给你，红不？哎呀，我姐，你自己瞅，和那两个比起来那是有，把这个换这个。我叮当姐，行，我先问一下我叮当姐，肯定还来少，可以是吧 ？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包括这个，这个给你，没了姐，没了，这是我叮当姐，叮当姐这个那个啥了哦，你应该懂，这老弟，是吧？没了，蓝龙没得了姐，哎呀，最后一颗了，可爱姐，别得罪俩姐 ，OK， 不是，都好，在咱们这儿的都好，嘿嘿。哎呀，上 ，OK， 来来来，可爱姐，最后一颗了，没得了，小蓝龙，行行行，感谢各位，可爱姐，好久不见了，去年到今年一年都没见了，姐们，哼，今天的蓝龙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一颗比一颗好看，真的，这是什么蓝龙？我姐，啊，就剩几个单头了，没了，带崽的都没了，姐，带宝宝的都没了。嗯，还有姐们要啥的？蓝龙没有了，单头收吗姐？单头20，真漂亮，姐们2020。双头的这个叫啥？天鹅绒，姐们，双头天鹅绒，这个要话给你们18块，行吧姐？福利价，真福利，昨天25的，今天18。双头黄金红象牙，价格只要28。喜欢的姐妹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妹，精品优一拍，一单包邮，一单发货，感谢姐妹的支持。欢迎我倩倩姐，欢迎大家。哎呀，没得了。血液姐妹收不收？最后一颗了，28的，25块钱给你们。血液王子，颜值、品质、状态，嘎嘎美。有要姐可以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妹。小叶白露姐，这颗要话福利25。单头的伊斯特雷拉姐，这颗要话28块，叶背带粉红色雪斑，价格只要28。有喜欢姐评论相应的数字。伊斯特雷拉，红粉家人暂时没有我连姐。暂时没有，有颗吉娃娃锦有没有解收？我去，680的吉娃娃锦，今天中秋福利，元宵福利，限时特价380，行吧姐，娃娃锦380，幺姐抠出自豪，姐们欢迎春暖花开小姐姐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我十一姐，有啥喜欢的或者想看都可以告诉小弟，给你们安排点，没有喜欢的话咱们就先过了，姐们。哎呀，我看看还有啥，葡萄，这个葡萄20，姐们多头群生葡萄20，没了哦，最后一颗了，这个刚好遇见了，就给姐们福利出了20葡萄，姐姐们，手捧花的20，再错过就没了哦，葡萄20，姐们，没人理我，行，那先过了哦，四头可爱玫瑰。18，姐姐们，可爱玫瑰四头的，整装无砍的18块，有没有姐姐们喜欢？三头全状态恋曲25，有喜欢姐评论相应的数字哦。前面还有一个洛神，姐姐们全状态68，香水洛神价格只要68块。旁边还有一颗完美小手捧的一个泡泡糖，姐姐们。价格只要38块钱，这颗泡泡糖，整装整群，完美手捧花，价格只要38。有喜欢的姐评论数字哦，没有喜欢的话咱们就先过了。看看还有啥，给姐们推荐一下。哟，这个象牙不赖呀，这个象牙姐们要花30给你们吧。木质化妆的三头群，名字叫黄金红象牙，价格只要30。欢迎与梦想实现小姐姐，欢迎小脑斧，欢迎袁飞，
有啥喜欢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，看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给姐们安排的。有喜欢的吗，姐们？喜欢的话评论数字哦。前面还有一颗香水洛神，我去，这颜值绝了，姐们，68块带回家。有没有姐们喜欢？价格只要68。欢迎我小杨姐，黄金辣牡丹，姐们再来一颗。欢迎我夕颜姐哦，这颗药化姐们38块。夕颜姐，辣牡丹，全状态无砍头，这小颜值38块钱包邮送回家了，姐们。有喜欢的姐评论数字哦。葡萄收不收？这种整装无砍的葡萄姐今天限时福利，88不要了，68块。姐们，葡萄群哦，整装无砍的，68，而且状态姐们也是非常的哇啦塞，感谢我姐的支持，68块，60吧，也别68了。有喜欢的姐评论数字哦，姐们，淡雪紫乐的一个黄金，价格只要38。有要的姐们评论相应的数字，旁边的话是一个小叶白露完美小手捧，价格只要38。冠幅叶展10厘米，空养出状态，它是一个果冻橙红色的一个小颜值。有喜欢的姐评论数字，这边还有一个三头的一个黄金红象牙，三头的，价格只要28吧。有粉色恋人，哎呦，小恋姐刚好有一颗。你粉色恋人，这颗你要花26块钱给你，行吧姐。木质化妆子，整装整齐，26。价格姐们真的是福利，今天欢迎我莫妮卡小姐姐，我去，莫妮卡姐来了。太小了，姐，不行，那买两颗。两颗你要的话给你50，行吧姐，单独一颗26，两颗50。三朵红叶我瞅瞅，行，篮球姐来，30。哎，30还是28？28吧，28块钱木质化妆子，就这一个了，姐。暖暖姐最后一颗。冠幅夜展的话7到8，回家选择一个7到8口型花盆带妆都可以，带妆子。喜欢的姐妹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妹。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姐们，欢迎大家。暖暖姐能相中吗，姐？泡泡糖手捧花能相中的姐扣数字哦，姐妹。哎，等会儿去给你们上架，这边还有一个泡泡糖，价格只要38块。哒哒哒哒，看看还有啥？有没有姐妹要橙子的？这边还有个三头大橙子，这个橙子你们要花28块钱吧？28块钱，38的你们要花28，福利价格，需要姐妹评论相应的数字，价格只要28块，冠佛叶展12厘米。再整一颗吧，姐们。两头的兰花盆象牙，我对比一下。两头的兰花盆象牙在哪呢？我就给你找一颗象牙，给你对比一下。象牙哪还有啊？没有了，姐。哦，这儿还有一颗，这个要大，你看，这个要小一点，这个要大一点。两头兰花盆，兰花盆不知道，哦，是不是这个呀？给你对比一下，姐，不是这个，你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因为花比较多。那你姐这两个你对比一下吧，反正这个就是头稍微多一点。能不能相中？这边还有一个黄金辣牡丹造型装的，造型装的姐要花38块钱。黄金辣牡丹，小叶小朵朵的，本来48的，在花架边上，花架边上是哪个？行，我去给你找一下吧，姐。这个辣牡丹小叶朵朵造型小老装，还有没有姐们喜欢？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。姐，那个是拍了没还是没拍？那个象牙，拍的话我也方便找。你说没拍的话，我也方便找，给我稍微有点记忆。蓝色花盆，
是不是你刚才拍的那个？这颗没拍，那这个都拍了呀。嗯，没拍，那是不是这个？这儿还有一个姐，这两个你做一下对比吧。这个28，都是28吧，都给你28。这两个你先对比一下。主要你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能相中吗？我姐姐相中的话告诉老弟一声。兰花盆就是 OK。 我去，欢迎我倾城姐，倾城姐好久不见了，我倾城姐姐。这边有个带糖心的德国香槟，看有没有姐喜欢，今天要花28块钱单头德国香槟，叶心的话都是带石化的糖心，红糖心，价格只要28。小叶白鹿树形小老庄价格只要38，看有没有姐们喜欢，有喜欢的姐可以评论箱的数字哦，姐们欢迎大家。恋曲姐们放一起我对比 OK， 这俩对比行吗？姐你说的那个小弟真不知道是在哪儿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兰花盆？你这俩你对比一下，就是他哦，就是他是吧 ？OK OK， 哎呀，缘分呀姐，你看，反正一个多一个头，一个这那俩头也行，仨头也值，28块，本来三头要贵一点的姐，说实话。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姐们，欢迎大家。你截个图吧，这边还有一颗白鹿树形小老庄子，38块。欢迎走进直三头的上 ，OK， 我姐，感谢我姐姐的支持。还有没有姐们要啥的？你们要没有要啥的姐，老弟等会儿，老弟就撤了姐，老弟就给你们打单发货去了。哼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姐们包装嘎嘎好。这边还有一个艾格利亚玫瑰，价格只要20，20木质化小老庄的。恋曲有没有？这个辣有粉媚娘吗？粉黛娘还是粉媚娘？粉黛娘，应该有粉黛娘姐。还有要啥的吗？月光女神锦要话68的姐，这颗你要话48块钱给你吧，就剩这一颗了。48，名字叫做月光女神锦。这个福利出了哦，30姐们，奶茶群生30，就这一个了。好，大家要啥的没姐们，要啥的打公屏哦，上头那个给我 OKSH 姐30来。OKOK 稍微等啊、哦、先给我 S， 我去那个30吗？我去，又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喜提一颗双头黄金象牙，姐这个花真的很符合你的审美，长在颜值上了。嘿，咱俩一上车30呀，我去有点小亏呀、啊、这个行，不是这个红色那个，红色那个奶茶我要 OK OK， 寄养回温了再给我发货，备注姐你备注一下，不是这个吗？那是哪个？我去茄子，哎呀这个花呀我真的是有点小亏啊，亏的有点多。红色的是哪个？你知道它的名字吗姐姐？哎呀，321上车，刚旁边的这个吗？艾格利亚玫瑰是这个吗姐？应该说的是它吧，现在给你上了，对，艾格利亚玫瑰，这个28的给你20行吧姐，也是咱们家老朋友了，20块，双头艾格利亚玫瑰，有缘到好朋自远方来，整个小花带回家，上车了，整的吧，哎呀我姐子，咱们不卖散的哦，散的我咋给你发货？咱脱土修根发货的。散的都没办法发货，肯定是整的呀。这个小桃蛋姐们最后一颗了，18块给你们行吧。小桃蛋丛林小老庄造型，这叫节节高升姐们，你看1234，
升到顶端18，来，对 ，S 姐，收点这种小花，颜值界绝绝子。来，国姐直接上定向。这边我看还有啥便宜的，给姐们上点。感谢豪杰的支持。哟，这边还有个小冰玉，姐们，这个冰玉给你们福利出了。这冰玉多少钱呢？22，22，行吧，姐。这冰玉，22块，双头，小造型。能相中姐评论数字哦，姐们，22。有喜欢的姐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们，没有喜欢咱们就过了。这颗粉钻，38的姐18来，姐们，这颗18块，特价抢购一波哦，中秋福利还有最后几分钟了，老弟也快该撤了，姐们，18，搂回家，要不要？喜欢的姐扣数字哦，粉钻，全红色的颜值，恭喜完成今日的开播挑战是吧？真的很棒了，姐，老弟坚持这么久了。还有这颗小橙子有没有解收？这颗小橙子15块钱，福利价哦，姐们15，这颗小橙子。这边有个星星橙的一个蝶叶龙头加后边扇形小小坠花，价格只要48，看这个有没有姐能相中？星星橙那个蝶叶小坠花，价格只要48。然后樱花罗奇老二姐28给你们。哎呀，炸一个洛神吧，姐，这个洛神38的30，这颗洛神30，就炸这一个，也做下播福利吧。你们要姐评论相应的数字，价格只要30，喜欢姐可以扣数字哦，姐们，没有喜欢咱们就先过了。再搂一个啥呢？这颗葡萄有没有解收？18块钱吧，这颗最后一个了，姐，下播福利18块。嗯。小葡萄，葡萄小群，欢迎雨禾姐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张丽小姐姐，能相中吗？姐，相中的话告诉我。嗯，就要下播了 ，S 姐，你还要啥？玛格丽特锦收不收？48的给你38，玛格丽特锦 SH 姐，完美手捧，整装整群。坚果姐先搂两颗好看的小美肉 ，S 姐。这种我感觉应该是符合你审美的，它是锦内多少轴，而且是一个完美手捧花，看我姐能不能相中。冠幅叶染10厘米左右，前面有一个锁胖子一个坠花，48的给你30，也38都不要，30。看有没有姐们喜欢，有喜欢的话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们。这边还有一个白月光，姐们，这个白月光要花25块钱吧，白月光。25，金矿的小老庄，旁边这个是28的，小朵朵，你们看看能相中哪个？相中哪个？评论数字，老弟给你们安排。欢迎玉儿姐哦，欢迎大家。原叶罗西玛有没有解收？28块，姐们，原叶罗西玛木质花老庄的小朵朵是什么？白月光姐这颗，这是白月光，要换28这颗。FH 姐说的是他吗？还是这个最后一颗了，48的牡丹亭有吗？牡丹亭下午吧，姐，下午给你们找点，整的吗？肯定整的，整装无砍的，咱家不卖散的，散的没办法发货。这个28，这个最后一颗了，48的给你38，行吧，姐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叫啥来着？蜜桃格林，38块，没了，姐，这真的福利价，而且都是老装的。看这两个能相中哪个？一个28，一个38，最后一单了，姐。反正价格包你们满意。太阳小姐姐，罗西玛收不收？姐们，罗西玛原叶罗西玛带睫毛，28块。要的姐们评论相应的数字哦，姐们。哪个好看点？这个好看，这个小朵朵的嘛，小朵朵肯定要好看一点，而且个头也不大，颜值还不赖。
这边有个奶茶，有没有姐？行 ，OK， 那就这颗吧。奶茶这颗你们要话28块钱，行吗？奶茶，那来这颗给我姐定下。漂亮的小姐就喜欢就要好花来配，28块来给我姐直接定下。感谢好姐的支持下单，321上车。OK， 拍完告诉老弟，老弟撤了，姐们，老弟去给你们准备打单发货，下播再去给你们整点牡丹亭，整点别的品种。好吧，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姐们，欢迎你们，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和陪伴。